Hello，好久不见，我是冰姑娘。那这个礼拜因为实在是非常非常非常忙碌的关系，我就基本上没有怎么出现。今天是因为赶在这个什么什么活动最后一天，就每个礼拜要发个视频嘛，那录一个不务正业的短视频来混一下更新。就是这两个，这个是鲁本斯新出的那个水彩，叫什么璀璨，就那个玩意儿，颜值上还是很高的，表面上就这种不灵不灵的样子。我就是比较喜欢这种不灵不灵的东西嘛。包装里边就有这么一个玩意儿，一个说明书。但是你这里边又不是它的这个色，我不太清楚它每一个里边颜色是不是一样的啊。它的盒子盖，哎呀，金色的就是这样，蓝色绿色的那个就是这样。因为它还有一个粉色的，粉色我也买了，但是粉色那个要过两天才能出货，所以说回头到手之后再看看吧。冲着就是颜值来买的。那至于颜料嘛，鲁本斯的颜料就是鲁本斯啊，就那样，也不要指望说它这几十块钱的东西可以超过几百块钱的品质，反正就是为了脸嘛。然后呢，哎呀，这个表面真是太好看了，就这种东西真的是让人毫无抵抗力啊，真的是水彩嘛。当然它有点这个蹭热度嫌疑啊，就是之前有一个这种流沙的这个眼影盘挺火的，虽然那个眼影也不咋地。哎，里边就是这个样子，一张硫酸纸的卡，介绍这里边每个格都是啥。我看看这两个颜色是不是一样的。哎，真是太好看了，怎么能这么好看呢？流动的时候，我觉得这玩意儿可以玩一天。哎，好像是一样的，这配色都是一样的。配色都是一样，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它的配色是一个永久凝黄，一个葛中黄，一个浅葛红，一个玫瑰红，一个永久紫，一个法国群青，一个佩恩灰，一个深祖母绿，一个土黄，一个这什么玩意儿，什么什么者不知道，完了，突然失忆，交叉没黑，这么一个玩意儿。配色没有蓝色很少，蓝色只能算有一个法国群青，然后黄色两个，红色给了一个玫瑰红，挺奇怪的。你这个调色很费劲啊。嗯，反正配色挺奇诡的，让人稍微有点不爽。其实最不爽的是这个玩意儿，最不爽的是让人觉得这个位置，它按理说它应该是让你放笔呀之类的，对吧？可是呢，实际上当你把旅行装的水彩笔拿出来放进去的时候，发现它根本放不下，这个是最让我无法忍受的。你颜色奇诡倒还好说啊，反正也没指望你这玩意儿画什么特别复杂的画面，简单的都 OK， 但是笔放不进去，这个让人很难受了，这是最让我吐槽的点。那哎呀，反正便宜嘛，怎么说呢，就说你说的12个水彩外加这几十块钱的价格，画个手账什么的当然很方便了，画个手账什么的还算是这个价格还是很划算的。可是问题就在于你要是真讲一个水彩它的实用性怎么样，你要说从比较专业角度来讲，作为一个水彩它怎么样，真的是配色又屎，然后灌装也灌得很奇怪。最让人吐槽就是这个，真的是受不了这个，就是你的笔放不进去。我后来发现了，你只能是放一节这个铅笔屁股，就是放一节这么短的铅笔，其他的哎放不进去。或者说这个地方还有可能放什么其他的吗？放一块小橡皮，真的是很迷。感觉就没有改模具啊，就没有改那个眼影盘的模具，就直接拿来做水彩了。
所以如果说家里面水彩已经够多了的人呢，那就建议你们直接去买一个那个眼影盘，那眼影盘贼便宜，也是这种流沙的那个，就是那个网红蹭热度那个眼影盘。你把那玩意儿买了之后，你把里边眼影给抠了，抠了之后，因为那眼影也吸屎，然后你就把那个眼影抠了之后，往里面灌自己的颜料就行了。如果没有水彩的话，想买一个作为手账用啊，就那种装饰性的。你要真拿它画什么画的话，这个颜色配色有点问题。所以说，如果你只是拿它做手账用的一些装饰颜色，比方说我画一个花纹，画一个小物，然后画一个装饰品，什么小花啊什么的，画一个 bullet journal 啊什么的，都是非常实用的。作为手账儿来说，还是值得入的。那画画来说的话，就算了。虽然它的颜值真的是很高，虽然它的颜值真的是很高了。唉，这个做的就让人觉得，就鲁本斯一直来的他的这个方向让我觉得是对的，但是这个呢又让我有点怀疑他的方向了。这个方向真的是有一点点的误差。为什么你要用这么？但凡他这个配色能够配得正常一点，我比较喜欢的是两个黄、两个红、两个蓝，然后有一点土色，然后你加上这个配恩灰啊，然后这个赭石色色啊什么的都 OK，其他的你可以再加个绿色呀什么的。它里边哪个色比较多？让我想想，哪个玩意儿比较多余？两个黄，这个玫瑰红其实，把它放在这边也行。两黄、两红、两蓝，蓝色少一个，红色、蓝色、土色、黑色、赭石色。反正这玩意儿，哎呀，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呗。你要说拿它来画玻璃珍珠，肯定是够了。那就看一看这个颜值吧，它这个颜值还是很不错的。这个不灵不灵的这个玩意儿，真的是可以让人玩一天。其他的呢，就呵呵了。总之呢，我看了最近很多 B 站有这个玩意儿的开箱，有的给它吹上天的，完全是没必要；有的把它给它贬得不行的，那我觉得也没必要啊。那个几十块钱的玩意儿，不要拿它跟几百块钱的东西比吗？不过这个配色呀，真的是鬼，这里边这个。我个人来说，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里边那。